对，我去年就用了、啊，就是顽皮豹，啊，我的名字这样，就是我护脚了，护脚。对啊，就是我喜欢的一个卡通，我很喜欢顽皮豹。对、啊，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从小就会看顽皮豹的卡通啊，就觉得他虽然他都不讲话，但是就觉得蛮好笑的。对啊，啊，只是因为我很在路上都会找顽皮豹东西，只是现在越来越少了。他已经很久了，对吧、啊？他已经很久一个卡通了，对啊。所以那时候想到说秀东西，我想说就把卡通这个秀上去的。那你自己在用它的时候看的会比较清楚的，好吗？对，就蛮可爱的、啊，只是它不能秀，就是对啊，它就怕有版权问题，就只能这样剪影的方式这样。没有，就这一段而已，就是一斗，然后七七号，一斗就是我西班牙文的名字。对啊，就是然后七七号，就这段是秀的，就是颜色吧。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暗色系的东西，就不会拿太亮的球棒，除非是真的没办法，球棒不够了。对啊，要不然基本上都是比较暗色系的吧。基本上我对球棒比较不会，应该说我比较不会迷信啊。对啊，就打得好了。就只要说这个颜色都打得好啊，它或者它断掉了，我就换另外一个颜色啊。我不会说可能就是还用一样的，对啊，我就比较不会说迷信。那你对你自己的球具有没有什么样禁忌？就是别人如果碰到或者是做什么东西，你会不会有什么样特别不喜欢的？好像没有哎、欸，就是这个很贵的人。对啊，我没有，因为以前人家说女生不能碰球就是。装备啊，我都还好，因为我从小我妈我姐也都在玩我的东西，我就觉得还好，就不会说怎样。这也算是比较白领经济，就觉得也都不会受到影响。对啊，就不要弄脏就好了，你借也可以，但是不要弄脏。哎呀、啊，是这样。像有的学长会对球棒讲话，你会有这个？哦，会啊，有时候打不好还干嘛？你就叫他加油一点啊。对啊，要不然就可能就要放。变练习棒了，就没有机会在场上了。所以还是会觉得这次打不好，然后每天换一次。不会，因为我通常打不好啊，你打不好还是要用啊。对啊，你打不好不可能放着不用哦。那种打不好就没办法，还是要因为一直球棒贵贵的，你这样也是浪费啊。对啊，想说打不好就算你自己的问题啊，就偶尔还是会跟他对话一下。对啊，就是说珍惜一点啊，就打成这样子啊，加油一点啊，珍惜一点啊，加油一点啊。珍惜一点。